女团 IOI 完整体回归了。17日上午 ，IOI 在首尔举办了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 showcase。这次主打歌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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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JYP 操刀打造，欢快旋律搭配活泼的舞蹈动作，展现了 IOI 特有的青春活力。从大型选秀节目 Produce 101选拔出来的11位团员，在这次专辑宣传结束后，就要回归各自所属的经纪公司。被问到这次回归想不想拿下音乐节目一位当作完美据点呢？저희가마지막인만큼최선을다하고더많이즐겼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에정말마지막활동은잘마무리하고싶어서1위라는기대는안했어요솔직히그렇지만팬분들께서워낙많은사랑을주셨기때문에그사랑에보답하다라는말뜻이더강해서、네、일단더열심히노래를해야겠다라는생각이더들었습니다即将要解散的 IOI 在这段活动期间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제가약간외국에있는、네、정글도한번가보고싶었고조금약간몸으로쓰는걸좀많이보여드리고제가되게도전적이에요그래서그도전적인걸되게많이못보여드린것같아서조금아쉬워요而谈到面临 IOI 解散的那天，成员们也透露约定好再相见。저희끼리날짜를특별한날짜 IOI 날을정해서、네、우리스케줄되는사람들은꼭그날어떻게든만나자 1년에한번은꼭다같이모이는날을갖자또는아니면그냥수시로어차피연락을하니까요될때마다그냥같이만나서이런저런얘기도나누고그냥정말그냥너무나당연한존재가지금은돼버려서그렇게계획을딱히안세워딱IOI 날은계획을세우되그외의날들은그냥되는대로만나고또진심으로서로각자의자리에서서로응원해주기로정말눈물콧물다빼면서 얘기한 했었어요